现在我们停在桃园的这边桃园的啦，桃园的路边的啦。刚下一阵，湿爆，直接湿爆了。我们现在要准备继续出发了。呦呦，我是鲁特，今天是和各位机车 YouTuber 出发宜兰的前一天。这次宜兰的系列，鲁特从出发前一天其实就开始拍了啊。那这一集呢，算是一个小前传吧。我们要先来去把橘白稍微变身一下，骑着滑滑，当然不免俗的就是要来贴一下彩贴。刚好在几个月前，透过车友认识了这次要去贴的店家 PB Design， 就请阿豪老板帮我设计了。一早和欧文教授集合之后，就出发前往桃园了。淋了一阵雨之后呢，我们来到了 PB Design。那这间 PB Design 是鲁特一位骑790的车友介绍我来的。当初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就有贴彩贴了。那因为他的彩贴呢，也是蛮有特色、蛮好看的，所以当初鲁特就有问他说是在哪里贴的。后来骑了橘白之后，就想说也来贴贴看，帅无止境嘛，除了帅还要更帅，所以就这样和老板在网络上沟通想要的风格、大致的色系。因为鲁特也算是很长时间骑在外面，几乎都是骑长途，车子也几乎都脏脏的，所以这一次我只记得我跟老板说我要看起来破破烂烂的，有洗车跟没洗车看起来差不多一样就好了。贴彩贴前，当然要先把车子上的脏污冲掉，先把车子稍微洗一下。刚老板说，你洗完车之后，其实车子不是真的干净的。我们再把车子再擦了一次之后呢，老板给我们看一下，还是这么脏，好不好？所以洗完车真的很龟毛，你的话呢，再擦一次车吧。在洗完车之后，其实车子不一定是真的干净。为了确保彩贴不会因为灰尘还有油污影响了粘性，用微量的刹车板清洁剂稍微擦了一下之后，还是有脏污的，所以全车在洗完车之后需要再擦过一次，才算是把橘白的全身都扒光。现在市面上也有许多材质和功能不同的磨料， PVC 磨啦，抗 UV 的啦，犀牛皮啦，巴巴巴，琳琅满目。那这次鲁特选择是艾力铸造级的材质，私塑的时候不太会有残胶，高延展性，磨料也不太会收缩，耐候性好，长时间晒太阳不会晒到容易 Q 起来，时间久了也比较不容易脆化，可以重复十年也是它的一个很大的特点。洗完车之后就开始展开这一次帮橘白换新衣的工程了。你也是独钟 KTM 的男人呢、欸？我之前是骑自己钱的，我之前骑自己钱，对，因为后来我女朋友牵 K 电车，我觉得 K 电车就是很轻又很好骑，这超轻的。对女生来说，她的也比较友善呐、啊，相对友善。后来自己想要买一台的时候，就有在看 K 电的车，那时候刚好790。所以你之前是骑一几年的390？之前吗？16年的。哦，16年哦，有华丽的那一版。光是只有看到屁股上去，我就觉得蛮厉害。这个模式如果贴上去，第一次没有合的话，它是可以撕下来，然后再重贴一次的。就是这样可以让贴的比较精准。对啊，其实都可以啦，其实都可以，只是比较好施工的。嗯，铸造级贴纸的好处就是因为它的背交流导系统。不需要喷水，边喷边贴。以前背胶油导气孔啊，哦，导气孔哦，你说一粒一粒小小颗的，对，所以跟一般以前那种 PVC 贴纸不一样 ，PVC 贴纸贴上去的时候，他们会边喷水边泡沫水贴上去，再用刮板把水刮出来。对，它怕气泡流在里面，但是这种话一些弯角的地方用手去摸，它贴的就会平顺，泡泡就会不见了。对，它泡泡就会从它的导气孔中。艾力铸造机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不需要跟传统贴膜的方式一样用泡泡水，歪了直接撕下来再对一次就 OK 了，在施工方面可以说是提升了很大的效率。桃园的朋友贴起来 PB， 不一定要桃园啊，其实台中的朋友也可以贴起来，反正全省，而且你还可以顺便骑车，你还可以顺便骑车。然后我们之前我客人最远的有从高雄骑，屏东骑上来的，屏东骑上来的，最难度的，下次可以来找鲁特领贴纸。虽然我还没有贴纸，然后现在已经有一个人倒了不行了，这位不知道是谁。晚安呐。我有个问题是很好奇的，它这个原厂感觉也不像是贴纸，因为摸起来感觉真的完全没有厚度了。它是有，应该是有一层的厚度了，它只是盖在这下面而已。所以它也是用贴的贴上去的。对。
最让鲁特意外的是，连钥匙孔盖这边老板都设计了，直接用上 Ready to Race 的字样，底色的橘色跟车架也几乎没有什么色差，上面还有一点点看起来像是被土喷的黑黑的东西。对，这才是重点好不好？跟这个橘色，跟这个橘色，不是，是完全没色差。这个大概80%-90%有，我是看不出来了。在这种小小细节上，也可以看得到粗犷感。太爽快了，太阳水水，太阳水水，以后不要有橘色都给你算品质好不好？哎，对，老板，你是用什么？你是用什么软体设计的 ？AI 跟 Photoshop， 不是 Photoshop， 跟 Code 都有。都是用向量的就对了。对。哦。因为你做一台车的话，你一定要先开发它车子的版型，开发出来之后，你才有办法开发自己。就是老板他设计真的是蛮强的，就是因为这些贴纸其实都是他设计的，真的蛮好看的。然后等一下就来看一下我的车到底是长怎样吧。哦，对了，不然如果印出来，然后结果北猴，这样也蛮尴尬的。但是东南亚他们很喜欢做，就是做大概，做很大，然后就整个上贴上去，完之后再剪，做了再剪掉，再裁掉。哎，早安，真的假的？哦，睡多久？你睡了半个小时应该有。起来之后你觉得如何？我转车换蓝心呢？什么？刚才说什么？换蓝心啊？根本不是，根本不是鲁赫的车吧？那车不应该那么干净啊？对啊，我是你的车应该是那边的。我那个是我的，那也是我的车。哎、欸，太帅了吧！等一下，你看这个也是，这也是贴的细节。哎、欸，帅了，真的是适合你的风格。为什么？我的风格是什么？我的风格是什么？你要干净又想要脏，对，就是要有点半干净半脏的感觉。半干净半脏嘛，对不对？你说的脏是哪一种脏？我们是去罗山林洞的林道的那种脏。哦，罗山了，土的脏啊，对对对，脏啊。哎、欸，这个墨水是墨水类型的，因为我自己本身做印刷。墨水吗？都是油性的啊，都耐厚墨水，对，油性耐厚的墨水。这个位置很有趣，我认为蛮难贴的，尤其我们这种细节的，对，因为它是有弧度的，对，有弧度的话，其实要利用纸的特性，纸的特贴纸的特性吗？对啊，你看我往这边拉的时候，这边有一个应力会直接往下跑，这样子的话贴纸。顺下来就不会太重哦，就是你这边拉紧，然后它会有一个力把它往下带。对，你看这样有一个力，因为拉紧之后它有一个往下的力。对对对对对，有。它有这个力道往下的话，贴纸它就自然会往下，我们就不用用力的往下推。其实，在做彩贴的时候，是油箱应该是最难做的。对，油箱的弧度最大，弧度越大是越难做的。对，它会考虑到它涂会不会变形，主要会有限制啊。如果贴一台方盒，对，它是做。对，他是做油箱，他是做整个车子面木纹。我干掉哎！但是木纹做起来，因为我们会拉成，哦，效果那个木纹会变形。就原本是这样瘦的，原本对，他可能木纹都这样过去，对对对，但是因为我们拉成会要一个方向，所以那个木纹会变形。我靠！对啊，所以那时候做出来之后，我们就。可是这是靠设计的那时候的图是没有办法解决的，应该是因为难去设计。因为这种版型贴它好方便的地方就是它设计的图它，它可以设计图案在上面，我们照车壳的版型去做。哦哦，我懂意思了。对，但是它让圆弧形的你没有办法设计版型去，所以像这种话你做图案比较好。对，圆弧形的做图案比较方便。感觉好像你一个胖子，然后瘦子去吃那个玫瑰花，然后你变胖之后变高一层，有那么夸张？因为从台中一早骑上来，早餐没有吃，肚子真的超饿的，所以打算先去附近吃个东西。本来车有介绍的，是一个 KTM 7790的车有介绍的，是有，还不错。好啦，那我们先吃个东西。对，帅。对，刚刚我们去吃了个饭，因为从台中骑上来有点累啊，然后肚子有点饿，然后现在吃完饭了，我们就去看一下进度大概是怎么样吧。贴完之后，然后上抹料，专门保养的。对，就是类似有点镀膜啦。哦，类似镀膜的。对，它这个镀膜它是它原厂出的抹料的镀膜。哦。专门在用在这个膜上面的。对。那如果今天假设我骑回去，然后洗完车，然后如果我要再自己弄些蜡啊什么之类的，基本上也是 OK 啦，对啊。但是有一些蜡还是要看它有没有硬化剂的成分。哦，不要有硬化剂的成分。对，不然有一些蜡硬化剂的成分，它会让贴纸硬化之后，让它
贴纸在大角度的地方，它就不会没有延展性，它就蓬起来。Oh, OK， 普遍的风格或者是版型的话，价格的话不会差太多。有些是客制化的话，那就是会考虑到你要用什么方法，要用什么材质，要用什么工法去做。嗯，对。那、啊、多了解之后，我们才有办法报出一个大概的大概的，对，大概的报价。刚刚教授说，你是来的时候说我起来擦那个。哇、欸，他的 NS 很帅哦，他改的应该是全台湾最不一样的。他们家的 NS 完全那就那就比较麻烦了，因为如果就是壳跟那种不一样，哦，因为你就不好对。他就没我，因为我们开发的版型都一定是原厂的为主。头的话，那头就比较贴了。头就头是要刻字化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头你要量。对，头要再另外再量。啊，其他的部分的话是 SF 那个。是 SF， 然后尾巴。不是阿沃德贴到一半，我现在在讨论他们的车。车只要留在这边一段时间，有人已经快受不了了，他也想要贴。我坐一台车。对啊，因为啊，为了你，阿福可以借你啊。哦、真假的？到时候真假的啊？60啊，帮我换一支机油就好了。完工之后，我们来看看这次橘白换的衣服。当初因为跟老板说看起来要破破烂烂的。加上左右的车壳想要不同的颜色，因为鲁特就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啊，想说如果左边的车壳跟右边的车壳颜色样式不一样的话，两种混在一起应该看起来会蛮有那种狂野的 feel。 右边的车壳底色是橘黑，左边则是橘白，土足上面还有一点点灰色的痕迹，看起来就像是脏污的灰点，真男人的粗犷感在这边非常明显的展现了啊！不管怎么洗，永远都是洗不干净的土厨；不管怎么脏，永远都是干净的灰脸，看起来就是帅气。两边的侧壳靠前面的 KTM 三个英文字，靠后面的呢则是 LOT 四个英文字，在上面分别也有类似泼墨泼漆的效果。钥匙孔上还有油箱上也贴上了 Ready to Race， 一整个热血。虽然我跟 Race 好像搭不太上边啦。不过没关系，整台车看起来脏脏的，就是帅。贴完之后，鲁特真的非常的满意。干！再一次。非常感谢我们的阿豪老板，好不好？当初我只跟老板说，我只要破破烂烂的就好了，结果没想到搞得这个破破烂烂的搞成这样，害我都想要洗车了。真的太帅了，真的太帅了！非常感谢我们的老板 ，PB Design 在桃园的文光街8号。文光街8号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